你还呗。他跟我说啥？他说你给我出去。他刚才你给我出去，说那话就是命令的语气，命令我你给我出去。你给我出来。他听见咋觉得他咋的之类。出来吧。人家说2岁的小孩是那个啥，魔鬼。2岁的时候是最闹人的时候，最气人的时候。有时候我还治不了他呢，我把他送学校去吧，治不了他。那还把你送学校去了。现在去上学。明天把他送学校去。现在把他送学校太小不过，才2岁会写字。我把他送幼儿园，你看俺治不了他，恁爸爸又出去了，第二来也没人干，把他送去吧，送去那个学校来，伢们吃也不那儿，因为小娃儿在山上游泳，人家最起码得3岁才能上学，我看他那有2岁多的，也干不了，他太费力，咱看不出他，恁弟弟妹妹还上幼儿。还得给他买房子，家孩子学多难，上手学三个了，这上手学还能挣2个钱儿，还能不如第二，第二生意也不好。是，我知道你跟俺爸压力也挺大的。今年第二生意不好，一年不如一年就掉了。要是叫他上学吧，这搁乡下上，我感觉教的又不好；啊，搁市里边上吧，我现在还没那个能力请个保姆专门接送他上学。我爸又没空，又没时间。接送他，从哪儿去？这教的好不好啊？他这会儿，原来他这会儿教的工资呢，现在没想到这几年来。到大人，你看这边贵，也挺贵的。妈妈，你说哪儿比外边强？他这比外边吃好点儿，条件好点儿。送走他爸，送走去来做点东西。都怪我没有能力，要不就叫俺，就叫俺搁市里边上学去。你搁哪上学呀？那一天我领他搁学校里去看眼，咱不来的。俺都搁市嘞，哈哈，搁市嘞，大姐搁市上嘞。啥？要不叫他搁这儿上个一年半年，再看看，看看上咋样，条件好了再上，免得恁走。要不得先去看看学校吧，看看学校去，他离咱这儿也近。要不得看看学校去，看看咋样，不如给他搁这儿上。你现在就是早上买早餐，啊，然后抢现在就自己搁路上睡，又不爱开车回家。就睡，我都睡。行，我把他送学校去，那就不再忙。